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今天哦，老爹一样要持续强化。对了，这个日历包一定要买哦，忘记买这个爱心哦，提高我们的先手值哦，各位观众。好，来，没问题。然后，老爹在考虑哦，要不要把这个春水哦，给抽到我们的六星或者是七星哦。好，继续，因为再来有这个三本源哦，大家好像都在等那只哦。那么如果我现在把资源全部都堵在这一只春水的话，我怕这个三本源哦，我没办法给他弄全满。没关系，我们先看看哦。好，那么这次有一个活动，我们来看一下活动中心，点金有礼。好，点金有礼，五次，再五次，再五次，然后再一次。好，这边就有很多的奖励啦，各位观众，相当的划算。然后呢，这个消累消魂玉回馈哦，难道要把我这些魂玉都抽下去吗？然后大家想想看哦。然后角色，然后这个金色春水，我身心，我再身心，我生不完的心，没问题，资深五星。那么这一次给我的感觉哦，是受到攻击时回复96点怒气哦，就是我觉得他是后手的角色哦。好，没关系，然后靠腰插15片。好，来照步15片是吧？銀礼小尺。好，没问题。俺の拳五片的。傷つけるためじゃない。我再五片。俺の体がでかいのは守るためだってこと。五艇十三隊、九番隊副隊長、久木。我还五片。八列、伊藤雲。好，没问题了。来。角色，何？驚くこと。可愛い、可愛い、七尾ちゃん、ラブリー。开启我们的传承战魂。然后呢，我要给他装这个，没问题。我身心。我再生心，我生不完的心，要给他升阶吗？好，升阶了，要不要重铸啊？防御类型的，技巧类型的。聂简历有一个了，好，这个老爹之后再考虑看看哦，先这样子啦。然后聂简历也可以升星，高级伤害加深，然后我的春水应该没什么好用啦。好嘞，各位观众，老爹目前战力是101万哦，然后极限挑战我们伺服器的人大家都卡在310关哦，310关一直打不赢哦。好，那么现在老爹挑战给你们看，
310关，老爹使用的是222阵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战力是222哦。有点紧张哎，好试试看，老爹到底能不能打赢哦？目前我知道别的伺服器好像有人过关了，不知道打几次打赢的。千本桜，看看老爹纯水能不能撑住哦？撑住啊，纯水啊！靠腰，现在来到五打五，撑住啊，老哥！四打六，好像撑得住哦。夜姐命 stay， 好，商店老板，然后好来，到底能不能过关？对了，你们如果希望老爹哦，这个春水给他拼六星或七星哦，你们可以留言告诉老爹哦，他的优点在哪里哦？好来。我可以考虑看看啊，战术如果够多，老爹可以考虑看看哦。好像还是过不了哎。是的，这关真的是不好打哦，可能要多打几次啊。不过我的春水好硬哦。你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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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、啊？好了，输掉了。不过我的春水真的硬哎，你们自己看。超硬的吧？哎、欸，真的是超硬的、欸。好了，还是 GG 啦。好，没问题。那么现在，老爹带你们去看老爹的公会 BOSS。哎，翻对。老爹之前都是打第一名哦，在我们公会都是打第一名哦。然后大概是打1.5亿哦，还1500万哦。那么现在。我们换春水上去，看看能不能打更高的伤害哦。然后呢，这边免伤跟隔挡强度加10%，应该是不用了。还是这样。好，这样子222，不行，这样应该会比较高分哦。青龙，好，我们这样子试试看。哎，等一下，春水比较硬哦。好，看能不能依旧打出1500万的高伤害。来，春水本来就是打单体的，应该很强啊。没问题，我们继续，不痛不痒哎、欸，你们看，看老爹的这个劈啊，这个连续技啊，多强啊，各位观众，好了，有气了吧？没问题，再来。目前已经打个十百千万十万300多万的伤害嘞，好，400万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，440万的、啊，春水一个大招打多少？23万哦。那你？普普通通啊，高标。24万好像没特别高哎、欸。不过他真的是有够惨。好，现在已经600万了，好像有机会破纪录哦。好，再来。你看我的前排都撑住了。好像有机会哦，破超过1500万哦。老爹之前都一直是第一名啊，就是大概打1500万的、啊。看看今天，现在第5回合，已经打了
将近7000万了，还在持续增加。没问题，劈！我再劈！我劈劈劈！我劈不完。好，8000，哎，830万。哎、欸，我前排真的是坦到爆炸嘞，坦到你会怕、啊。没问题。再来。快要1亿了、啊、快要1000万了，怎么老是加一个零啊，讨厌。来ると思ってたぜ。好，1户89000。我们的春水依旧打了20多万，好像是20多万吧。难道没有比较高分吗？好，没问题，1100万，现在第7回合，好像跟用蓝染差不多哎、欸。好，继续。8回合啦，1260万。虽然我的队伍都不会倒下去哦，可是整体伤害来说好像没比较高哎、欸。好像破不了1500万哎、欸，1300，比原本跟原本差不多啦，低一点点哎、欸。我们再看下去，1400了，哎、欸，好像有机会哎、欸，好像有机会比原本高哎、欸，好像有机会哦，我6只都在，6只都活着。哎呀，哎靠腰，倒了一只，倒了一只商店老板的，哎、欸，但是超过嘞、欸，好，将近1500啦，没问题。春水现在补一个大招，哎呦，有超过哦，有超过哦，有超过本来的1500哦。大概又是第一名啦，打了1670万呢、啊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这样子也算不错啦，比原本高哦，大概又拿第一了。好，那么最后一样挑战我们的竞技场，来，我们先挑战我们的凯，然后。我试试看，让这个蓝染在辅助位哦。糟糕，我怎么每只都是坦克啊？我有4只坦克哎、欸，每只都硬邦邦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真的是超多坦克的、欸。好，没关系，试试看。我坦到你会怕哦。我一队有4个坦克哎、欸，4只肉盾型的、啊。好嘞，卡一次吧，没问题。老练斩月依旧斩了2个多月。商店老板卖了2个棒棒糖。我们的剑疤98000，略简历开了一个念念。好，对面还有2只。撑住啊，让我看看你们弹不弹啊，撑不撑得住，撑不撑得住，撑不撑得住。好，撑住了，我还有3只，我还有3只，我3只超硬的，撑不撑得住，靠腰撑不住哎、欸、还是撑不住。好了，没办法，这样真的没办法，还是撑不住啊。不过再来哦，我们的角色哦，如果上橙色的时候啊，就是这边角色驚くことはないだろう，战魂这边开启专属战魂的时候，
生命力会提高很多，到时候就不一定是先手赢了，你们懂吗？ PVP 生命提高 100% 哦， 100% 有没有看到？我们看这个剑疤 PVP 攻击力生命值提高 50% 哦，都提高蛮多生命的哦，生命提高 100%。 啊，这边 PK 模式中生命提高 100%， 懂吗？所以等到大家都开启这个橙色的这个专属战魂之后，我们比赛就会变得更有趣啦。好，最后我们要来报仇哦，这个凯竟然把我打败了，一样放上老爹目前最强的阵容。好嘞，凯是吧？凯是吧？让你见识一下魔王般的实力。我们的一户开了613，没问题。斩月依旧斩了两个多月，60几天。好，商店老板依旧卖了两个拐杖，18万。我们的蓝蓝几个大招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最后还是不免俗的再挑战一下我们的 Big Day 小 Day。 我看一下打小 Day 的话，好，没问题。我觉得我这个阵容现在真的是最强的，二青龙、二白虎、二玄武的样子，没问题。我们再来，上剑老板22万，我们的蓝蓝，好，辛辛苦苦结束比赛122万。老爹目前的阵容是这样，你们看哦。二青龙，然后二白虎加暴击力 9.5， 暴击强度 10%， 然后二玄武免伤 6.5， 隔挡强度 10%。 好了，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来ると思ってたぜ。